我们用到这个是糯米粉，然后这是红糖粉，糯米粉里面加温水和面啊，我们揉成这样的软面团啊，然后拿出一个把它搓圆，然后把它按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红糖粉啊，加温水把它化开，起锅烧油，放入糯米饼，来回翻动啊，两面金黄鼓包啊，我们就可以先盛出来了。煎好了饼啊，放凉之后啊，我们倒入这个红糖粉啊，红糖水，然后呢开小火慢慢煮它，我们现在煮到汤汁收浓啊，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